昨天你们家的羊把我的菜都吃光了。有人？不可能啊！昨天我们的羊都自己回家了，我亲自赶回去的。是啊，你们两个看怎么处理。我还有事，我先忙了。有人？先回家吧。小龙啊，你去和凤姐好好说一下，你呢也有个交代。给人家个交代。姐，嗯，我哥叫我来给你个交代。怎么个交代法？你说。你别笑，这就是你给我的交代。啊，有人。打我来吧！哎呦我的妈！你个小子。